搜寻附近海域落水人员是第一项训练内容，主要难度是缩短搜寻时间，这需要与空中力量密切配合。感觉不法分子非常危险，但是我们通过舰机密切协同配合，第一时间完成登船搜索，控制住了危险目标，顺利完成此次临检拿捕任务。不紧贴实战化要求，更加注重空海密切协同，我们担负空中侦察任务，为地面人员指引目标和提供支援。慢走，别开，停留，停。老司令，驾。